信念也是很多，或许我们这两天又可以突破我们第二阶段的45万目标。今天应该还好，对不对？灵性比较多。我昨天晚上已经突破我们的法，就是安全份数的目标35万了。那昨天收到的份数是5万多，也5万多，对。那这也是我们目前为止收到份数的，大概这是第二高还是第三高记录？毕竟因为今天其实信念也是很多，所以我不知道，或许我们这一两天又可以突破我们第二阶段的45万目标，那就是期待。因为其实昨天公布的份数里面有一些是因为我八点就会开始准备要结算，所以如果那时候还在计算的数量就都不会列入今天的，所以其实有一些昨天的量就会压到今天来，那今天的量我想应该也是4-5万跑不掉这样。对，45万份应该还是有信心。对，我们觉得很有信心这样。希望我们可以再冲到50万，好了，那我们保守一点，就是先定在45万。啊，我知道了。那还是跟各位民众说，我们到3月10号，麻烦帮我们继续冲这个连署的，谢谢。